好，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海风奇闻的极速玩家版解说。那我们今天解说的棋局呢，是亚运围棋的精彩回顾系列的这个男子团体啊，由我们的林俊彦呢对上了这个中国的代表芈昀庭。哦，那这盘棋最后呢，俊彦呢，这个非常精彩的获胜。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盘棋的关键之处。好，那棋局到这边啊，轮着白的走。那现在全局呢，这边白棋有一些暴动的一些余味，就是外面这里有点先手，还有右半边呢，这里白棋，比如说往这边如果下的话呢，这脚上黑棋的死活要稍微注意一下啊。所以，暂时这里呢，双方都动不了手。那棋局现在最关键的地方呢，是左半边这里的出入。那因为刚才黑棋踢了一下，踢了一下，黑棋虽然守了脚上的目数，但是呢，相对的棋形也变得比较薄弱啊。君燕啊，一向以来就是呢，棋形非常敏锐的啊，这里啊，棋形拿捏得非常好啊。先走一个呢，去弄一下黑棋的这个形状。那黑的局部这边如果用尖的话呢，那白棋往上推啊，那推完之后啊，这里的这个二路刺啊，这棋友应该有学过这样的手筋啊，或者挤一下的二路刺。啊，这黑的非常的痛苦哦，被棋形被拿捏的非常的到位，那白棋很轻松的就可以破坏黑棋啊左半边的土地哦。好，所以这个尖一个是一个不可取的下法哦。好，那实在黑的往这边贴呢，白棋这个虎一个呢，看似就是逆向行驶啊，但是却是呢就盯住黑棋气紧的一个必然的一步棋啊。黑的搬呢，白棋往这虎哦。OK，一直都在盯着呢这里啊，黑棋有一些断点泊位啊，而且呢白棋啊。一边压的过程当中呢，这边也是先获利啊，走在宽的地方哦，黑的长哦，那白棋呢，这时候呢，这时候尖冲，这里军宴的调子啊，节奏呢掌握得非常非常的好哦，那压力已经在黑棋那边了，黑的势必是要在左半边啊，就是攻一点东西回来哦。好，那这点这个是一个，就是问应手啦哦，就看白的怎么应嘛。那白的当然这两颗棋子不能被吃掉，那白的如果要往这边下的话。看起来也不是很好硬哦，所以白棋接一个倒是没什么问题。这边两个人呢，看起来都有一些看错哦。这点一个大概就是后来准备要加这一下啦，但加这一下呢，双方的预想是觉得黑的可以就是先手度过之后，还要再狙击这个二路夹。但其实这里啊，点的夹的时候，白棋有一个好棋，就是往一路立一个，这是一个苦肉计的好棋。这样白棋可以先手哦，先手呢。安定这一块，那黑的如果只是吃一点后手去吃这一点目数的话呢，这样是严重划不来的哦。所以这边很像双方都有一点点的，就是盲点跟错觉。好，黑的实战先贴一个，然后那白的长，好，那黑的如果比如说往这边连的话呢，那白棋刚才说的嘛，这里有个先手啊，往下拐，已经在下面快要盖一个洋房了，轻松在里面做活了。这黑棋呢，这个刺一个，也是必然的，不能让白棋过得这么舒服哦。好，那接下来的军宴这个挤一个算是很不错的一步棋啊，这步棋走得真好啊，这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哦。那黑的如果呢一毛不拔呢，这个棋子不想被吃掉的话呢，白棋局部这一挡，然后再接一下这里黑棋的形状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如果黑的补这边的话呢，那白棋这边有点先手位，这一跳利用这里的断点呢，黑的已经断不开这个白棋了。那黑的如果要棋子往这边走的话，那白棋也不用就是强硬的连，比如说白的往这边走，那以后往这边挡的时候还有欠一个断，而且黑棋形状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好所以实战呢，这芈昀庭的棋风是以强悍呐、强硬著称的，但是这里可能也没法粘哦。他实在呢非常痛苦的往里面唬了一手啊。那白的吃这个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首先这里先得了10多目，而且这白棋这里啊整个都变厚了刚才说压了几下啊，这现在又提到了白的在上边这个收获已经非常的充分了，所以这三个棋子已经变得很轻了，非常非常轻了，可弃可取了。那如果黑的，比如说这时候要吃的话呢，那白棋在局部的一冲，那这时候往这边一断黑的也是痛的这个叽叽叫比如说黑的如果接这里，白棋打，这里就出事了。那如果走这里的话呢，白棋还存在就是打一个或者单挖一个，还可以吃这三颗那。这里白的收获丰富啊，这里再要一点，黑棋这个吃的根本超级干的，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黑棋现在就不满足于呢，只是吃这三颗了，要来狙击这里的死活了。那我们刚才有说嘛，如果这里被黑的这样先手搜刮的话，白的是很痛苦的。但是白棋这边就存在一个这利的好棋，苦肉计
这确实是一步蛮厉害的棋啊。那这样黑的后手吃这个，看起来没什么收获，这个利很像双方都没有看到啊。好，那实战呢？军燕呢往这边夹一下之后呢，冲这个也 OK 啊。好，那黑的假设挡的话，那白棋就往这断，那断完之后呢，这时候再挖这个啊，就得目数啊，顺便安定这一块。啊，那这个棋子也变得很小了，以后外面还有一些利用哦。所以冲的时候，黑棋不太想，就是简单的跟着硬了呢，拐上来反击啊。好，那白的扳这步棋也走得很好。当白的扳到这一下呢，这个虎尖都先手，这块棋已经没有什么死活的问题了，所以黑的现在只能来追究这块棋的死活。好，那现在白棋又有一个蛮厉害的招法，就是粘这个啊，粘这个。自杀啊！这步棋很像双方也有一点点盲点哦。粘这个黑的，如果叫吃这个的话呢，那白棋就叫吃这个苦肉计之后弃四颗把这个活了，这样白的很满足啊。白的只要这两块都没事的话呢，上面赚很多。那黑的如果走这里的话，白棋就走这个，黑的提掉呢，白的先爬一下。那爬完之后呢，注意哦，这个团是先手，我可以把先把这眼做出来。那黑的往这边下的时候呢，白棋最爽的是他坐火不用活在这个地方，他可以虎在这个地方，他可以两边兼顾哦。这个是铁眼，这个眼已经灭不掉了啊，这样白棋活的也是很滋润啊。这个提打吃白棋可以打一个再劫不归，是吧？好，那军燕实战其实什么都不用做呢，就粘起来啊，确保这两块安全啊，这个局面就非常非常好了。但实战可能军燕没有看到，这就是。这个接的好手，或者是呢，他还有就是怎么讲，更伟大的一个计划跟想法，他实际上往这边搬哦，但搬一个还是把棋下的稍微有一点点复杂了哦，他想从这底下的秘密通道呢再连过去哦，但是你连这个秘密通道啊，很明显不如刚才的简单做活，因为你这个第一个是一个打劫，第二个打赢了看起来也不怎么样，打赢了只是单关后手连回去，而且这个劫对白棋自身。也有点压力哦，被提，这个是有点重的哦。OK，如果要走这个羊肠小径的话，不如刚才的苦肉计做活呢，来得更简单，明了一点。好，那走到这里呢，这个秘密题呢，很像看到一点机会了啊。OK，看到一线生机了啊，捡一个啊，因为这块棋白的不是很好救，那至少黑的吃到一块呢，可以要回呢上面的一些损失啊。好，黑的接。好，再来白棋虎这个，好，那到这边的时候啊，黑棋比较简明的下法怎么样呢？先把这个跑走啊，那看白的要不要就是吃这几个啊？那如果要吃这几个呢，我就把这边提掉，那形成是一个转换啊。那白的现在暂时也没有时间，不可能再打这个劫啊，打这个劫打输了，连着一起陪葬啊。那黑的实战，黑的如果提的话呢，白棋可能就不是只吃这个了，白的可能连这个一起把你吃进去啊。好，所以实战黑棋呢，这个跳一个也下得没什么问题啊。好，那白的挖啊，黑的打，白的夹，黑的粘啊。好，到这边啊。好，那到这里的时候呢，黑的可以了。黑棋这个时候，可以考虑提啊。甚至黑的也可以考虑呢，这边拐一个啊，拐一个呢，第一个把这个救回来，第二个呢灭这边的眼位，OK，灭这边的眼位，那灭这边的眼位，白棋这个劫就还是没有很好动手啊。那实战黑棋的这个尖很像走得有点缓哦，这一次芈月庭好像的这个状况啊，好像有点不是很稳定啊，都会出现那种比较严重的一个大失误，这个尖一个。看起来有一点脱离战场嘛，要么补这边，要么吃这边，怎么会往这边自己跑去煎一个呢？好了，那等白的断的时候呢，黑棋这里的下法又非常的奇怪。黑的现在当然是快点这边补一手嘛，黑的提掉，那这里还存在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余味，白的局部也不是那么好补。就实战呐，这芈月庭呢这边呢走了一串呢，不知道干嘛，很像有一点看错了，不知道看错什么东西哦，而且连这个都打掉了。啊，这个打掉呢，以后黑的往这边提的话，这个是超级损的啊，损的不是只有一点点哦，打吃。好，那白的这时候立一个，他可能有点看错，他原本的计划是准备要提这个，我在猜，结果下一下发现，哎呀，这个又临时改变策略呢，跑来回头来提这个。那你现在提这个，刚才的几个交换，每一步都是巨大的亏损啊，而且被白棋断到这一下，啊，
白棋可以补在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哦。那局面到这边，很像黑的局面就已经非常不好了哦。我们可以稍微来做一点判断好了。黑棋现在的目数呢，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二十三三十三十四三十八四十四十三四十五。那这里白的还存在这个观子的手段哦，所以这边黑的大概就是55目，55目差不多，右半边点不了什么目啊。啊，黑的都还欠债，选择权在这个白棋的手里面啊，所以这个如果55，那白棋把这三线的地点满十、十七、二十、二十三、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四十五、四十九、五十，白棋这个已经57、8了，这个已经比这个目还多了。那右半边黑的看起来也是很难整的，黑的还要大贴目，那这时候局面已经严重往白方倾斜了。OK，那君燕就凭左边的这个战役呢，锁定这盘棋的胜局。当然，后半盘君燕的优势是一步一步的缩小啊，那闵玉婷追赶的脚步声追得很急。那好在呢，君燕最后还是以最微弱的半目优势呢，这个赢下了这盘棋。OK，好，那以上就是这盘棋的最关键的胜负处。OK，那我们的解说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我们下回见喽，拜拜，拜拜，拜拜。